大家听好了啊，别吓到了。玛莎拉蒂车一辆，北京红杉世家住房一套，三亚波波利海岸别墅一套，太原万国城住房一套，人民币50万元整，金条500克，爱马仕手表一块儿，卡地亚手表一块儿，这是娘家的，还有这不用的。太钢小二楼别墅，这是后面有个著名，钥匙一把。这是爷爷给的。啊，这爷爷送的，对，爷爷送的。下面这很厉害啊，姚殿中老先生视频词书画一幅，大家知道啊，老书法家啊。张涵先生四平尺书画一幅，林鹏先生八平尺书画一幅，赵国柱先生六平尺书法一幅，李顺通先生六平尺书画一幅，石月峰先生八平尺书画一幅，郝志远先生六平尺书法一幅，这陈宁女士油画一幅，熊静先生八平尺书画一幅，李财旺先生画作一幅。我刚才所念到的可能有些大家不熟悉，这都是山西省乃至全国著名的书法家或者是画家，是吧？应该是这样的。好，就这么多，唱礼完毕。哎。